府诗三首，很纯很暧昧。这高跟鞋跟网袜，我可以。杜甫女仆这个辛苦了，看起来就是无儿无女，还负债，还要做弱势。自拍，今天我会试试看，看我会不会把你 OK OK 啊？今天小月报找了许多那些被乱画的课本，让我们看看，在我们枯燥无为的学海之中，这些学生是如何边听着老师念经，然后边画一下自己的创作的吧。OK OK， 我们直接看第一个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个水口博也，1953年昭和28年生。哇，我不重要。来看左边，哇操，他小，他那个头很像一只鸟，真的蛮像的。鸟飞起来了，还抓了他的头，哈哈，他跑去追那只鸟了。真的哎，看起来像一只乌鸦趴在他的头上这样子。OK OK 啊，下一个。好，这应该是一个健康课之类的课本吧，一个示范知识这样子。然后同学把他恶搞成被打穿肚子啦，是谁啊？奇遇吗？那接下来的时候游泳课哈，很正常的自由式的那个游泳动作，游着游着，哎，不对啊！第二张图开始有点母汤了，那个黑色是他的泳裤开始脱落了。第四张图的时候已经到脚踝了，第五张图的时候已经不见了，然后他就只剩下那黑溜溜的那一根小羊。高校的先生圈起了爱心，高校的先生，哦，脸红了，先生，不要装了，我知道你是零号。嗯嗯，不了。下一个，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教 CPR 或者是教一些救护知识的一个环节吧。AED 这个是什么？结果被他们画成驱魔仪式啊！不对啊，这应该是献祭仪式吧？是把这个人献祭给撒旦之类的吧？还有两个魔法阵呢，我是蛮屌的。OK， 然后看起来这是一个日本的数学题，如果把它倒过来看，哇，我靠，有个人在拉内裤啊！安内啦啊，安内啦，拉起来了，安内啦。但我剪辑师真的是有点可怜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帮你加薪了，好吧？哎，下一个，好，这是一个长大以后的静香去买水果哦，骑车，静香骑车还单手骑车，哔哔，罚单。好，这个看起来是霍格华兹的课堂上，老师拿出了一本书，点了一个魔法阵，然后他就眼睛瞎了。抱歉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激动什么，可能我有点躁郁症吧，真的抱歉。OK OK 啊，下一个，这个也是哇，我发现今天很会画画都是日本人呢，日本不会是一个动漫帝国。这看起来是一个化学课的试题，然后他把一个六边形画成大熊的眼镜，哈哈，大熊，大熊，你出现在化学课本也没用，你之前考零分啊。下一个，嗯，这个看起来像个是一个食物链，最左边应该是化工厂吧，然后下面是什么有害物质吧？小鱼呢就吃这些浮游生物或者是水草之类的，然后大鱼就吃小鱼啊，人就吃鱼啊，清洁巨人吃人，很合理。看不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是他有上色，然后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他们亲生吗？因为肤色不像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下一张。我去，原来他是两张图片。すみません。爸爸你太恶劣了吧，妈妈你也是啊，你会趁机偷吃人家肉啊。 OK， 一个小帅哥哦，有雀斑的小帅哥，但他穿了一个天鹅内裤，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蜡笔小新应该穿过吧，对吧？今天帮我剪片是小姐哦，小姐她每次吃饭之后在我家吃饭，她都要配蜡笔小新的，你应该很了解。快先很稳，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我看不懂哎，反正就是一个不知道是复健还是运动的热身拉筋之类的图片吧，但是它甩起来了，它旋转。英文题，基本它那个鸡那边有弧度哦，所以这个基本是女生是不是？标准，嗯，蛮标准的。我还有标准的背面，哇，标准直下面。等一下，这个都不标准啊，这个都太瘦了吧。OK， 这应该是个跳高的范例图吧？跳起来，然后往前，然后就睡着了。哦 ，OK OK 啊 ，OK 啊。这个小朋友在想象在游泳的时候，哇哦，教练被吃掉了呢。OK OK 啊，好，接下来是个体操项目哈，往前跳，跳这个大箱子，然后来个前手翻。扭到下面那个是跳比较小的箱子啊，往前跳，哎，也是一个前手翻啊，然后扑街，你翻 OK 啊，扑街很家产呐，不要乱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讲粗口啊，小朋友，你如果听得懂的话，哥哥爱你唔掉，唔要乱学，我讲的话真的系我扑街啊，哎，下一个，哎，网球，网球王子哦，打下去头断掉了，这个能播吗？这个现在的学生都那么残忍的吗？这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了，请问到底是谁生日哦？接下来就是我们伟大的诗人杜甫
啊，这是它的原土，十分的庄严，十分的诗情画意，古色古香，水墨画，仿佛回到它那个朝代。来下一个，杜甫诗三首，很纯很暧昧，这高跟鞋跟网袜我可以。下一个，麦当府啊，那嘴唇还有番茄酱啊，哇，这个太棒了，死亡笔记府，其实他那个死神陆克还画的蛮像的，齐乐你老啊，齐乐，杜甫女仆这个。辛苦了，看起来就是无儿无女，还负债，还会做这种事，看来要当诗人你不容易啊。下一个，自拍，这个我都得试试看的，你看我会不会把你 OK OK 啊啊！晋级了杜甫。多少右手忘记了，随便下一张。Monkey D 杜甫，还真让我当定了。哇，这几幅应该都是大陆那边的学生画的。哎，不重要了，我们下一个怪盗杜甫，不得不说，其实有点帅哎，那姿势老了还那么拽啊，真的是让我很 OK OK 啊。下一个杰克船长，神鬼奇航，这样画起来其实跟强尼戴普还蛮像的。你看那个手指，很像智障。这个是啾啾，哇！小林找的图片每一次都会有啾。好了，今天所有的恶搞图片都已经看完了，相信大家在上课的时候，特别是男生，一定多少都有画过课本吧？你们应该也有恶搞的不错的作品吧？啊，我不会叫你们投稿给我了，因为你们的课本应该早就丢了吧？哎，好，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看。